其他还有没有？你若找出另外一座，送你一本书。我是说那一位美女。啊啊！因为我看你很专业，因为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在。来，送你一本书，减轻我的重量。谢谢。没关系啊，书送出来是快乐的。啊。老师，可是行天宫旁边那个不算，那两边那个不算。你看那个像不像这个回廊啊？啊。会走的。哦，你说这个回廊。哎，当然是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。哎，你要看一样，要看就是看它的特色。好，这个庙你知道吗？是什么时候盖的？1920，但是正殿1945年被炸毁，1950年重修。那您可以看到对称，左右的对称，这个对称有什么特色？您看一下哈。我们中正纪念堂有没有对称？对称是对的啊，不管是中国的或传统的或西方的都有对称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发现这棵树和这棵树是不一样的？两棵树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这种对称它有它的智慧。一棵树代表男生，一棵树代表女生。你来那么多次，啊，没有注意才是正常的。我以前也没有注意。你看这棵是什么树？这棵是桂花，桂花。那棵代表是什么树？是不是不一样，大哥？嗯，哎，依你的智慧，你是故意不给我面子。嗯，那一棵是叫做含笑。含笑。含笑啊，含笑是不是代表女生？嗯，这。桂花男生啊。那只好这样子啊。